主料：上海青350克，香菇1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蚝油。生抽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将上海青洗净晾干，香菇用开水泡好，发好后协调待用。菇内去水，煮开，向上海青捉水后捞起待用。准备蚝油和生抽，锅内置油下蒜瓣煸出味道，向上海青爆炒，迅速下少量盐，鱼露提鲜。上海青装盘，锅内下少量油，翻炒香说，下适量蚝油和生抽，少量水，煮开后淋到上海青上，开吃。烹饪技巧：蔬菜捉水一定要用热水，才可以保持菜的清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